我们 ，we are， we are absolutely， we are absolutely about to， 很广的 ，yeah， so， let's go， no， adjustment， 啊，你睇到呢条坐喺度嘅阿伯咧，就系一个 killer fan 嚟嘅，十几秒，啲前面嗰条马路咧。都唔知邊個嘅。哇！行咁快嘅。係咯。唔使攞啤，行得快啦，梗係睇我攞住十支啤。攰到嗱。我哋應該攞支啤喺山。對。對對對，喺山高可能，可惜都冇。唉，呢個賭仔就咁玩完。都不知道何月何月何日何時何刻何分何秒才可以來到這個地方，會不會再來呢？都是一個疑問，如果大家真的很激烈地要求我們來，大家可以捐錢的，對了，其實因為贊助商的關係，我們會玩得更加愉快，製得更加多精彩，為大家帶來更多精彩的景色，對了，沒錯了，還有覺得我們一直沒有望鏡頭，因為我們現在在走路，所以唔得閒落嘅，所以我哋望鏡頭的話，如果撲街跌落海嘅話，真係不自明，因為我唔識游水喎。唔好以為撲街係嗰個，我係形容一種動作嚟嘅。嗱，哎呀，嗰一下啦，仲要哎呀嗰一下，佢哎呀落咗落海咧，咁真係大膽啦！嗱，唔好以為大膽都係個粗口詞啊，其實咧係一個彈打落個水嗰度咧，就會彈咗。所以我哋要形容，將我哋形容變成即係彈之後打落個水入邊，彈咗。彈啊！點解會彈咧？因為我哋係唔識游水嘅。係啊。做咩？個蛋入咗個水啊！先正。佢變成一個吊字符添。星形。星形啊！嗱，大家又唔好以為一個星形咧，又喺好粗俗嘅。冇錯啊，其實佢真係好粗俗噶，所以唔係一般人可以用噶。就睇天氣啦啊！而家咧，唔該定住啦，我哋大兩哥又準備緊入貨。我影下大兩哥，我哋大佬啊。我大佬唔影啊，屌點對得住天地良心啊！要攞住個 PSP 由頭玩到尾，唔厭咁樣啊！我哋所有製作費啊，同埋啲咩啊，都係佢搞掂。一睇就知似導演啦，導演 feel 喺曬度啊！鹹蛋嘅導演 feel。嗱，依家咧就準備登船啦，係咪覺得好多馬拉路咧？我哋都唔想啊！哇，搬屋咩？咪係，成村成村咁搬。其實大家唔好誤會，佢哋真係搬屋噶。一份咁蒼老嘅面孔，含住一大堆粒。好似垃圾喺度。嗱，一陣間咧，我哋入到船艙之後，仲有更多精彩嘅嘢同大家講，就係講下我哋今日呢次咧旅程嘅一個咧心得、心照。冇錯。真實寫照真係。上船再見啦！上船再見啦！